今年是陈明讲堂第十八年哦，我觉得十八年之后啊，我们对于建筑的关心应该从建筑皮层之内开始，往建筑皮层之外的都市的公共空间开始专注哦。透过一个 Urban Life Co-styling 都市空间共同创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底下呢，带领大家一同了解从60年代才开始被定义为专门学科的 Urban Design 都市设计这个领域哦，到现在的50年下来的整个发展过程哦。然后既然我们要强调公共性的创造，我希望能够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包含灯光、景观、音乐、节庆、各个面向一起来讨论，也能够启发专业跟非专业的人一同来讨论公共性的风格该如何被创造。